这就是新州好了。霹雳布袋戏这个代表台湾的独特文化，将传统戏偶结合最新技术和创意，交织出有如魔界阿凡达的史诗巨著。精致华美的戏偶，扣人心弦的剧情，精彩刺激的武打，都让人津津乐道，细细品尝。霹雳布袋戏的精彩表现，强化了广大戏迷对剧中人物的渴望。而霹雳神州 online 就是为了满足戏迷的梦想，带给所有霹雳迷的最大献礼。新州三部曲，感动再临。清香白莲素还真的飘逸洒脱。半心半性又半心，转如转刀是转心，脑中尽是作满款，将那文武半边天。百世经纶一页书的正气凛然，世事如棋，乾坤莫测，孝敬英雄啊！银皇朱武的傲气狂放，一个官僚可能改变政局，一个勇者用绝地扭转政局。毁灭之神弃天地的背逆人间，全新 3D 技术让霹雳英雄有不同面貌，视觉效果更强烈震撼。神光一闪，英雄现踪，强调忠于原作，游戏中也导入了护体神光，化身神光来去无踪，散发出十足的先天气势，杀气五金盖世奇功。霹雳英雄让人津津乐道，除了英雄事迹，各种威力万钧的必杀武功也让人神往不已。最新威力强大的武功绝招，能以杀气五金的方式让霹雳迷体会。武魂祭出，谁与争锋？只要是霹雳英雄，大多有佩戴专属的神兵武魂，施展必杀绝招时更虎虎生风。这些神兵利器能化身为战斗伙伴，金光闪闪，锐气千条，让大家都能体会武魂之威。结众阵法，降魔神通。透过结众阵法的加持，戏迷能够化身为霹雳英雄，亲自感受这些经典战役的紧张刺激，更有感同身受的深刻体验。霹雳神州 online 是霹雳啊跟智冠经过十五年了后啊再度携手合作，相强联手，然后大家感受一下什么是最霹雳的线上游戏。现在大家来玩霹雳神州 online。不仅让您非常的满意，我想这个应该会在市场上造成很大的轰动，应该有很多的玩家都非常期盼啊，期待这样的一个游戏在市场上啊出现。感谢全球戏迷的肯定，玩台湾上大尾线上游戏，在霹雳的世界，你我在等什么？这就是新州，好了。